不争名，不夺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就好人嘛。真的啊，这个玩心大，喜欢玩。好家伙，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！这什么话？什么叫都不放过呀？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，啊，都养，小猫、小狗，是猪啊、野鸡啊什么的，哼，他也下得去手。你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？替您开心呐！嗯，邀请您上我那儿玩去。嗯，朋友啊，挺好的啊。嗯，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您别客气，有什么建议您就说。真的啊？嗯，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，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。怎么叫范围小呢？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啊。养动物，对，玩虫子，嗯啊，扇子，嗯，扇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文玩嘛，鸟笼子，是，就这些东西，你再怎么说，嗯，它也是北京的东西，啊，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。天津也玩，上海也玩，但是，嗯，北京是根儿，那是，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，皇上背了玩的，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，嗯，玩这葫芦，嗯。这葫芦想出一什么东西哦，做一模子，对，开出50亩地去啊，套上模子长，嗯，这一夏天这一季收下来可能就落仨葫芦，这是行家，值吗？值，值，这就是玩儿，对，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，就废了，50亩地落仨葫芦，值，花多少钱愿意，嗯，这叫玩儿，对，这就玩儿，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，出了北京少，但是啊，嗯。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，我出去转啊！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，当然是，外边也有，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，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。哦，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，您瞧见我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这些年，嗯，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，啊，你就别提这文，别提搞文学的了，啊，那个。出去才知道啊，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，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，嗯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。哦，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，啊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，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。啊，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土地肥沃，啊，它的那个气候，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的不一样。哦，有水土的关系。您说，您玩野鸡？大家啊，说点别的不行吗？啊，是是，啊，就是您玩那小鸡儿，对吗？啊，您玩腻了是吧？啊，您可没想到，嗯，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。这我是想到了啊，贵啊，玩儿还在。50亩地出仨葫芦，你都认头？哦，整个日本国还出不来一个你爱的鸡吗？不是，您这怎么听着不像好话？您真劝我呢吗？这人呐，脏心烂肺啊！我这个话没错啊！啊，写成文字，送到哪个衙门口去备案去都没错。想歪了是你心脏。哦，这真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？那当然了呀。那我上哪儿啊？外边好，哪儿都行 啊。跟我说。怎么着？对吗？先找三大帝国送您出去。怎么叫三大帝国呀？越南、泰国、柬埔寨。哎呀，这叫三大帝国呀！送您上那儿看看去，嗯，啊！这我跟您说啊，您现在您是趁点钱，您分跟谁比？您跟说相声比于谦了不得。没有，咱真见过有那说相声的是吧，啊？一年就演6天。哦，打初一到初六。哦，节去。哎，有的是场店，有的是龙潭湖庙会。那可不呗啊！平时谁让他演啊？哦，有屋顶的地儿，谁让他演呢？是不是？一定得见天日啊！嚯，一年演6天，一天给100，不吃不少，600。嗯，庙会上再偷点羊肉串，哎呀，拾点瓶子，也落1000块钱。哦，您跟他们比，您是很厉害。是是，但是您真一出去，您才发现，您趁这点钱呢，嗯，不算什么，9牛1毛。哎呀，真不算什么。不是，我就够吃够喝的。9牛1毛，万鸡之一鱼。别提这鸡了。多难说，万鸡之一鱼，嗯，也就是我听得懂。那错不了，1万只鸡，一根毛。对，行了，别提这个，知道吗？嗯，我是哪儿都去。哦，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也是有时外边演出啊。嗯。之后呢，他惦着家里这些个小动物就回来了。嗯。我也好交个朋友。哦。什么洛杉矶呀、啊，是吧？还是鸡呀、啊？这个。不是，到法国。法国也去。哎，都得去啊，法国，反正哪儿都去。嗯。澳洲也总去，有时候也谈个生意，给人家。哦，还做买卖。就是又不为挣钱。那您就是。我对钱没有概念，真的。不是，怎么叫对钱没有概念？钱也是。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就高兴，给人帮忙，哦，这事儿成了，挣钱是你们事儿啊，啊，发财都是我在边上看着我就乐，乐高兴，不为挣钱，哎呀，给人帮忙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那您还是有钱才能不为挣钱，有钱没钱搁一边，玩心大，您也好玩，嗨，但玩的跟您不一样，啊，您净玩动物了，嗯，对吧？我这就不像好话，您净玩小宠物呢，啊，我净玩人了，哎，嚯，是吧？哎，这学不了，啊啊哎，同喜同喜，这谁跟你客气啊？怎么了？怎么？我玩的都是人际关系，哦，人情学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东西。哦，哎呀，这愁的不行，打算干嘛？我打算怎么怎么样？没辙了，嗯，冲我说，我给你帮忙。您这是？好啊，您这是助人为乐，心眼好，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啊，不求回报，那太好了。那您这回给我出出主意就行，您不用再怎么周济我。您就我您刚才说我眼界窄，坐井观天了，您给我指指道。您这看见了吗？善良啊，善良，我就爱跟这样人交朋友啊，真的，啊，不是我这确实是啊，我这啊，您这见多识广，我也不谈不到见多，就是接触人多。你包括这回。我前两天刚从澳洲回来，澳洲，澳大利亚啊，世界有五大洲：亚西亚洲、欧罗巴洲、南美北的加州、澳大利亚州、亚非利加州、澳大利亚州，一个都没听明白啊！这就是老在圈里边待着呀。不是，什么叫在圈里待着？闭塞啊，是有点闭塞了 啊！哎，世界这些，澳大利亚州叫澳洲，澳洲是这我知道。现在又 有这个直飞了啊，由打北京半夜飞。到那儿的时间下午，哎，嗯，就到了，有什么9个钟头、哦、10个钟头，哎呦，十来个钟头，哎，不叫上飞机睡觉，哦，上飞一上飞机，啊，把空姐叫过来，铺好了被，来，来，睡觉。什么？等会儿，我愿意去。你还到那儿就飞回来吧？你这废话，这不下飞机歇歇吗？你还给人帮忙吗？帮忙，给空姐，哦，空姐先帮忙。哎，这嗨。不是你怎么着去澳洲？就上飞机，上空姐来，铺床，哦，弄被子，是还是躺好了睡觉，一睁眼到了，哦，到澳洲了，到澳洲，有时候到悉尼他们叫雪梨啊，啊，雪梨，哎，有时候到墨尔本，有时候阿德莱德，哦，有时候珀斯，哎，啊，反正几个地儿我老去，这是城市吗？哎，对，我最爱是墨尔本好，说白了大猫本，啊，就都叫猫本啊，哎，还行啊。不是，我也是微博上看的，看过啊，就看这词儿。哦，看哦，这我是总去那儿啊。这些日子不也是跟那儿吗？您在那儿干嘛呀？嗨，我最近去是给人帮忙去，又给人帮忙去了，净这个事儿一天到晚的。什么事儿让您帮忙吧？嗨，当初有这么一个老华侨吧，啊，也是咱们这儿人，嗯，年轻那晚呢，就是上澳大利亚做生意。哦，哎，这墨尔本呢叫新金山。对，他跟那旧金山是对着的。新金山，他出金子。新金山。对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道那儿出金子了。哦。扛上铁锹打架就一直就走到那儿去了。嗯。这老头也够梗的。那是啊。扛上铁锹走过去的。是走了半截不就上船了嘛，然后跟船去的。哦。哎，走到海边。啊。到那儿就一辈子跟那儿。现在好家伙，这老头还了得。怎么个了不得？我老说，我说你首富啊。首富他那会儿不，其实咱分析人家是不愿意说，不愿意说有多少钱，得趁点什么。墨尔本啊，就是那个山坡上，一个山坡上6-7套房子，每套房子1-2万平米，这算一套房子。我1-2万平米，一个山头上五六家，前花园后花园，球场什么游泳池，这都得有，这么算是一套。哦，就这样的山头，老头趁700多个。澳大利亚有那么些山头，澳大利亚记住了 啊！澳大利亚那地儿，整个澳大利亚的地儿，嗯，跟中国几乎一边大啊，国土面积，整个澳大利亚的人数相当于北京这么些人，
那就是当地买房没有说呀，我们家3000平米、800平米人没有。那你们买房多大？嗯，我那个院墙啊，开车2小时。不、哦，院墙，院墙开车就2小时。2小时，所以说我老说这老头，我说你准是啊，准是有大钱的人啊。这不用您说了，不承认啊，不承认啊。啊，对吧？海边黄金海岸啊，好几块都切下来是他的。你这玩意儿，他给人分了。就是有时候咱上那旅游去，跟着海边趟趟水吧，是吧？啊，趟水，趟水，趟到这儿，嗯。有块牌子写着前方不许趟浪了。哎，这还是北京去的老头哈。不是，我给你翻译，因为要说澳大利亚的那个大雨啊，你不懂。大雨啊，是那个韩国的，那是不是亚语啊？什么澳大利亚语？澳人就说英语啊。是很哎啊，你不懂啊，就大牌子前方不许趟浪了，这里是王大爷的地儿。哎呀，哎，就说老头姓王，王大爷，哦，咱们就得穿上鞋，啊，绕，就这一绕，先打车，啊，打车3钟头，绕过去，绕，哎，脱鞋，这海滩，脱袜子，这牌子，嗯，这里可以趟浪了，哎呵，这里不是王大爷的地儿了，哎，对，一看换河北人了吗？对吧？哎，这里了吗？这就这么趟，就净有这，他走着又来了 啊，这里又不可以趟浪了，哦，你瞧瞧。你就知道多趁钱呢，不是他地方太大了，这不叫事儿，家里那大钻戒，好家伙，这么大大钻戒，单有一个屋，这一屋里边都码着饭盒，一饭盒一饭盒的钻戒，你直接码钻戒不好吗？你们干嘛码饭盒？他是拿饭盒当计量单位，哦，你们还有这几克拉几克拉，人家几饭盒，我们净吃饭的时候你多大饭量，我吃三饭盒，三饭盒啊。你这个6天庙会不够吃的，不是他们拿这量钻石，拿着一饭盒钻石啊，咱大概其实多少，这不是码尖的就码尖的，码多码无所谓，少多点少点没关系，哎，这一盒一盒都码一屋子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趁钱钻石咱看都瘆的，每回我都是啊，上那儿去，我跟老头啊，完事请我吃饭，他请您吃饭，请我吃饭，那您真是好交，俩大沙发对脸坐着，嘿，上面铺着白颜色北极熊的皮，我的我们俩这对脸坐着，嗯，一人一饭盒啊，啊，俩坐山雕嘛，这不是？北极熊皮坐着拿饭盒吃饭，吃完之后呢，啊，拿着饭盒接点开水，喝了喝了，喝汤，喝汤，沏点汤，行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嗯嗯，沏点汤，这就爱这王大爷，啊，这好，他趁钱，他趁钱，其实不是您给他帮忙，他肯定也跟您是朋友。嗨，要不说一说这个，其实我这个。这不是不是死，怎么了？死了，王大爷，你没事别上微博啊！不是怎么了？不是你哭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么个好人啊，没了。哎呦，还真让我说中，真没了。以后我在家趟浪水，那就没人管了。你我不是饭盒七趟，没有这个待遇。难受，不是死说死就，哎，不是您，他不是请您去呢，干嘛呀？是怎么了？活的时候老去跟他玩，这回再去，啊，家里那几个姑娘啊，老头90了，哦，那是高手。还有几个4个闺女啊，都60、70，那可不嘛。这几个姑奶奶哭了都不行了，那是亲的热的呀。说死之前就念叨你，说就想你，就想你，你也没来，哎呦，就后悔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那你是去？你不是不去了吗？就这回没赶上吗？这不就是没赶上最后一面啊？没瞧见呢。哎呦，我这心里，我跟你说，可不是滋味啊。这个怎么着？老头儿干嘛去了？你有个遗愿就是啊，就是说死在澳大利亚，但很希望自个儿的丧事能够像在老北京一样发送自己。哦，他要办一办北京的这个白事。你想90来岁了吗？啊，他可能是1930几年，哪年我忘了。嗯，属狗的老头啊，哦，今年90多岁。嗯，哎，就说死了，但是。要落叶归根，但是死尸没法运回来，那是就跟当地说给他按老的操持操持嘛，还是说好热闹，好听个戏，好听个相声，老话说有钱难买零钱掉，是是是。姑奶奶说你要能回北京啊，给他叫点那个戏班的呀，说相声来吊孝来，老头九泉之下也赶紧干嘛？你趁这么些钱，你还
他就来不了北京，这诗手运不回来没关系，请几堂过去给咱唱唱，是说说怕什么？但你这事怎么跟人张嘴说？走，咱们商演去，咱好说话。说那谁谁这结婚了，好，这请人吊孝，这您糊涂啊？什么怎么说都没关系呀、啊？你这个给了，这个、有这个这管什么活呢？我们是演出去，我们又不是吊孝去，对吗？我都给钱就完了吗？您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您先说什么事儿？不是，就是，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爷子，这个九十多岁，这个老喜丧这个事儿、啊，甭说死一个，嗯，一年一天死一个，我都有时间。这事儿我刚才没看上您，这个给了，怎么了？您这是？哦。就您能去啊？我废话，我养的动物凭什么养啊？凭哪儿买的呀、啊？我糊涂，哥哥您真是太可爱了。就是，我是帮人料理这个事儿啊。哦，您帮人料理这个？料理我，因为这个关系。还说什么呀？四姑奶奶说你受累吧，你我们也不认识北京那帮说相声。您说我，啊、您怎么您不认识我？不是，你也知道我在说相声界这个人缘，您也是知道的，是吧？他们，对吧？没事儿，有我都给您约。那没事儿，因为真没办法，北京说相声，我跟他们说老喜桑他不去，我要说老喜桑拿他们行。哎嗨，老喜桑拿不成，老喜桑拿谁给钱呢？是是是，这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您要是能去，那我先谢谢您。您别客气，您别客气，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个就是怎么大岁数人不是？再说前边啊，你怎么去法儿、啊？就说是肯定是啊，就人家有那个私人飞机过来接。是啊。啊，私人飞机过来接，就私人飞机过来接，然后多大挑就什么都不管，就到您家门口给您哗都装上就走了，飞过去就行了啊。完事主要是就是那个费用这块是怎么说？您瞧，您这谈钱就远了啊，谈钱远了，人家九十了、啊，老喜丧，咱这刚不，您别啊，就说到前面，因为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别到那儿回来不乐意也是事。就比如说按照您的心理价位。您就说一天，您到那儿一天，比如您去十天多少钱，五天多少钱？您说一天，您说一个数，我们好给您算这。我还是心里、啊、不就您不就就您看着看，您看着不我看着看，我给说少了。老头又不是没钱，他也不在乎这钱。您看着不是老头没了，问题是我又给人组织事要外人别的说相声了，一般的不卖钱的说相声，我真好意思说啊你去不去？一天给你$50,000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们我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一天$50啊，我们相声就不卖钱。我们就不卖钱，您看，您说这$50,000，我们就觉得很高了，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您要觉得我们是那个卖钱的，您加点儿，我们就去。嚯，那您看着开，没跟人说您看着开。要是一天10万，行，这个。咱们愿意过去给人办这事儿，这是积德行善，不为钱的事儿。可行啊？行，你别到那儿翻脸，10万少，我可没法应啊！谁？您别翻脸就行。我翻什么脸？我这是不是您真的假的？不真的，咱们说是实拍卖，到那天那飞机可得来。哎，那不用说，但是人家我其实挺为难，因为人姑奶奶说了，说你大老远打北京接一帮说相声来是吧？反正最少得待100天。我。是吧？你说每10天呢，就再给加10万，每10天加10万，我不敢说，你真说少了，对不起人家哥们兄。100天，每天再给加10万，哎，对，待够十天，加10万，啊，加10万，待10天，加10万，最少待100天得。您跟姑奶奶说啊，我们不回来了，好吗？他能待多长时间，我们就待多长时间。那是您的事儿，反正你不能低于100天，这我没法交代。您放心，真的，我人给钱真行啊。哎，您放心吧。但是我有好些丑话，那真是得说前面。我这人其实脸皮薄，真的。应该说没关系，就是这是朋友。虽然说是在澳大利亚啊，但是人家是尊老理儿。按照老北京这个办白事这个老北京理儿咱懂啊，您让他说咱守规矩就是人家出来进去的，反正人都讲究穿个孝，是咱们现在新式新办不让穿孝，澳大利亚谁管呢？人家都穿着孝，还扎个什么白的那个孝带子什么这个我就是，您要是去的话不是啊，穿孝可以啊，穿孝是家里人穿啊，我们演出去我们穿根孝，家弄一孝带子哎不老好看。
是，我也说不老好看的，但是人家姑奶奶说，反正是那个意思吧。啊，你就来小白袋儿，这么一拴啊，是表示表示，谁要拴的话，就是给谁一条，给谁一条黄瓜呀，金子，黄金，一条黄金，一条黄金，扎这么一根小带子，一条黄金，您跟他说啊。我们不是为钱啊，这个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，不是啊，人家出这么大事儿啊，咱们去了，不管是娱乐不管是什么，给是给老太老头办这事儿，对不对？咱们表示表示。您扎不扎吧？扎。您要扎，我做主了。怎么着？两条。这我冲您说了啊，冲您说了啊。可是这可不是说多大的呀，那个就五两一条。五两一条算小的，就是一斤的，一斤黄金，谁要扎这个？哎，扎吗？啊，扎两条，让他们给您撕一点，表示这孝带子呀，啊，孝带子，您跟他说 啊，稍微撕宽着点，我给孩子改个小被子什么回来，我啊，这别浪费。你都趁了黄金了，你还在乎这个啊？这浪费嘛！哎，要是系上这个了啊，鞋上边是不是得绷上点了？绷什么呀？绷个白面儿。啊，这就单说了 啊，这鞋咱可不能崩。哎，不是这来回来去走道满世界全是白点儿，你这多难看。不是光崩这白面，还怎么着？还有红后跟儿。这还是近人啊，这是 啊，那可不成。怎么呢？这凭什么我去给扎一红后跟儿，还崩上鞋面？这太难看了。我们是演员，崩不崩？要崩呢，五条。金子，而且一只，两只是十个，崩！好，我又给我一枪呢。您跟他说啊，不是为钱啊，不是为钱，崩了啊，崩了啊！这事儿，这要是崩的话，我觉得啊，袍子是不是也可以穿上点？什么袍子？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素素尖尖挺俏皮的小白袍。孝袍子呀，啊，还啊呢，这不像话了。怎么不像话？哪儿啊？我们这人家办白事，我们穿孝袍子跟人满世界晃悠，哪儿？你可别让我问住了。你问啊！你们这有时候也跟着唱戏，对不对？啊，演电视剧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演电影，对不对？演啊！我亲眼得见电影里边好，你们披麻戴孝的呀，有没有啊？您不懂。我怎么不懂了？您这是外行啊！我们演个什么电视剧、电影啊？啊，就包括舞台上啊，我们只要穿一个孝袍子啊，我们那叫有彩钱。什么叫彩钱呢？演完出，人给个十块八块的，给个红包啊？给个红包叫彩钱，冲个喜儿。哦，穿不穿吧？要穿呢，一饭盒。坐沙发上能吃的那个吗？那俩算文物了，知道吗？我们俩喝汤的那个啊，一饭盒钻石，未必答应。你别看，我跟你说，这人呐，他耿直，你俩不愿意啊。其实吧，人家都穿孝啊，咱要穿花花哨哨的到那儿去，倒让人笑话。给个衣服穿上点就完了。你都感动我了，是不是？您说，要是袍子穿了啊。哎，个帽子是不是也戴上点儿？戴什么帽子呀？那白帽子呀，孝帽子呀。对，上面还有这么十多个球。我十多个球啊！您等会儿我算算。好的啊，一个球是孙子辈儿的，俩球是重孙子辈儿的，仨球按咱们土话叫耷拉孙儿、低拉孙儿。这我孙墨子了，我这是。您拿我当黄天霸那么办了这个？一脑袋球多精神，那不行啊！一抖楞哆了哆嗦的，不行，没辈儿了，这不成，没辈儿了，没辈儿了呀！啊，两饭盒，其实我觉得啊，真的，两饭盒哈，其实我觉得这都办上了，不戴帽子，头齐脚不齐的更难看，戴上点是一身。你也就是这么一说啊，你穿上未必好看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告诉您啊，演员他要有貌相，有衣服架子，
穿上什么让人看着都得漂亮。嘿，舞台上展示的就是这东西。您要这么说，我们能不能看您穿上参观一下？咱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儿，没东西。你现在先不用试。哎，这句话可问到我心腹里边了啊！那个秘书，秘书，快来拿医生帽子来呀！快来，哎，不是您这还带着随身带着这东西，错不了。你看漂白的，你看了吗？啊，不啊，还是漂白的呀，多好！来，来，于老师，看看合适不合适啊？不是，这就。倒是挺俏皮的，嗯，我也就落一俏皮了，那是。哎，这扎根，这搁在左边，搁在左边。哦，这是两条哈。对对对对对，太好了。嗯，还有您这小帽帽，嗯，您这才俏皮呢，那错不了。嗯，球，球没有，那两饭盒得给。那您放心。一点儿都不耽误，做比成样可以。是是是，啊，看着我就悲从中来呀，啊！不是，您看这，啊，这精神不精神？那错不了。啊，哎，穿什么样，咱都有一精气神儿，对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专业的演员他就是不一样。咱们练过。是是是，我练这干嘛呀？不是就是行嘞，这一趟去啊，我许您的，一样都不会少。那我就跟您说话了。哎哎，那错不了啊，这错不了，您放心。嗯，到那儿去之后呢，精神状态好一些。嗯啊，其他的活也不用您帮着干。不，您这说错了。怎么呢？您受这么大累，我们不得帮着您吗？哈，啊，您要说这个就远了，啊。您有什么呀？嗯，搬搬扛扛啊，嚯，小东西拿走，我们干。有的是干活的，有的是干活的啊。啊，不用您，不用您啊。不是，就是出殡那天呢，有点小玩意儿，啊，您帮着拿着点。您说什么东西都成。那个老爷子挺爱的一个东西，什么别人拿回不放心，哦，也没多大，就几尺长。哎，这不行啊。几尺长，哎，贵重的我们可拿不了。您要说老爷子生前喜欢一翡翠白菜，万一摔了赔不起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就是挺可爱，挺可爱的一小花楞棒啊，不贵重，扔在街上就没人要。花楞棒，对对对，就是什么就是这么长一个棍儿，棍儿头里有一个钩，那钩上有飘带儿。这飘带上写着“西方接引”，嗯，还嗯呢还，啊？像话吗？怎么了？说半天打分儿是吗？啊！别啊了！哎，像话吗？哎，你别摘，你摘！废话，我能不摘吗？不是哦，打澳大利亚来找人，找儿子来了是吗？不是，你看打分儿子干的，知道吗？钻石那么大，你废话！不是，还有黄金，你别做你少来这套！不是什么黄金的钻石啊，哎哦！我给人当儿子去，我大老远坐着飞机接我给人当儿子去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那同行同业的看什么笑话？不是你听我说，你本身就得罪人，你不能让我们这么得罪人，对吗？这叫什么话？我们家还有好些亲戚呢，我们父母健在，儿女也有，不是干嘛呀？你看你到最后人戳我几斤骨，于谦去给人当儿子去，你有吗？干嘛呀？我们干这事儿，我们不差钱儿，对不对呀？你看这味儿，你要早说，我刚才我不给你费那个劲。你早说，我们还不干这事儿呢。其实人家说，不管是黄金呐，什么现金呐，给的钻石，按说给的是不少。你少我不，对不对？不在乎。老头跟那海边啊，趁十个轮船公司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东南亚还有800亩橡胶林啊！我不要，是吗？不要。私人飞机50多架，我不会开。好家伙，老头哎，老头还有贴身大丫鬟50名。全世界选美的冠军老头都留在身边伺候自己，这帮丫鬟好家伙，没有低1米8个的，大高个大长腿，知道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有日本的，有法国的，有埃塞俄比亚的，有越南的，有美国的，东南亚也有。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瞧一眼这鼻血刺刺的窜，知道吗？老头当年有遗嘱啊，谁要是打分报官，就这50个丫鬟让你随便的挑，知道吗？你要愿意带走就带走，你要愿意在澳大利亚就在澳大利亚，
给你房子，给你产业，跟这五十个丫鬟一块过日子，享不尽的人间富贵。咱甭说别的，你当个皇上也就如此了。你说我图什么许的呢？咱是好意，这里边没有我一毛钱的事情。哎呦，打刚才康熙康熙跟人说这些话，到现在落一这个，我跟谁这说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您瞧，还是我穿着合适。真的，你说这孝带子也是哈。你瞧，系这么一圈正好。你瞧，帽子也合适。我寒了心了，哎，知道吗？您家里边父母双全。哎呀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，哥们儿兄弟笑话，那儿他们嫉妒，同行同业说闲话，让他们死去。您都不怕，怕什么呀？对吗？这事儿我挣钱了，我对你这钱挣不着啊？怎么挣不着啊？你打刚才大伙儿瞧见了啊？啊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说乐就乐，嬉皮笑脸。到灵堂，大伙儿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你跟着嘎嘎嘎一乐，你连我都给搁在里头了。这你看又乐，你看不您不您不您不明白啊？我们演员啊，那叫逢场作戏。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，说急就急，说瞪眼就瞪眼，逢场作戏，跟您闹着玩呢。您要是真赶上那个到那现场了，说哭我们还就能哭出来呢。真的假的呀？您以为我们干嘛的呀？那就比如说呀，啊，比如说这儿就是澳大利亚的灵堂了，比如说这儿就是了，这就是灵堂，来帮人搀着你，你就是那孝子，哇哇哭，你哭得出来吗？我到这儿就磕头，眼泪哗就下来。这咱们这别挑战我，我演员我练过。我跟你说呀、啊，你真别瞎说，因为那个现场人也多，按老理儿办，和尚老道念经的乱七八糟的都有人，大伙儿同着人一瞧，你一害臊来不了，越热闹越好。就我知道老事儿办这事怎么意思，人多念经的啊，对，请和尚，对，请老道，请僧道翻尼四藤经，这是我明白。和老道都有人念经，都跟真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到那儿就是哭去了，对吗？我到那儿，我这一进入状态，我谁都不知道，谁都不认识。只要到最后，您把那几饭盒，您到最后一给我，我就哭了，就完了呗。我多少有点不放心，真的。你干嘛不放心？您这不信任我是吧？这么多年了，要咱们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好比这儿就是澳大利亚了。刚才您不说了吗？这儿就灵堂，老头就跟这儿死了啊，停在这儿了。嗯、啊，这儿一大帮人念经，嗯、啊，然后有人搀着您在灵堂，您就泪如雨下。我就放声大哭，我一瞧罢了，嗯，是干这个的，行行不行？行，那咱们就上澳大利亚，那咱们现在就试试。还不行？怎么了？都知道老头啊绝户，哟，四个闺女没儿子，你这一来算哪出啊？那，哎，就说老头啊，啊，外边有一菲律宾的二奶，好吧？我还是外宅生的，嗯，就是他了，啊，就是他，行行不行？这咱们试试，那咱们叫几个帮忙的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列位念经的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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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这个咱们还抬什么杠？对，你收拾收拾，来，帮我搭的这个，哎，这桌子也有东西，没事，有东西，快点。这个行了啊，各路的神仙都来了啊。你瞧我的，那错不了啊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的大了啊，我就认他，他是搀着孝子的，还有人搀着我。孝子一难过，他得搀着啊。得嘞，哎，这后边这个是哪路神仙？那跟僵尸打架那怎么回事？就什么都有，对，各种不受他们干扰，那错不了，我就天天结果眼。行，哎，行，我暂时我替他来这个、啊、这大作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念经念经这，对，我来这大作。嗯，您这是大作，大作，哎，大作 啊，我来这个啊。得嘞，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你爸爸呀，这个啊。啊。我爸爸也太卡通了吧！这个，这就是你爸爸。这怎么还作画了？我爸坐着死的。嗯，行，来，
对吧？你爸还真软和。嗯，哎，您这真软和。你不知道你现在什么身份？太好了啊！你老左顾他爸爸干嘛呀？哎，行，挺好啊。啊，现在就是啊，到了澳大利亚了啊。哎，各路神仙都来了。给你们老爷子超度，像不像三分样，做比成个样。嗯，好吧，来吧，列位法师，哎，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于老师，哎，免痛接哀，来吧，茶凤扶着。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别着急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哪儿啊，我爸爸死了谁过生日呢？这啊，不不是，先试试嗓子。这是孝子，来吧，我这等着呢，先试试调门。来吧，刚才那可是胡来了啊。哎，来，咱们正式开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外国话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不行，这都改英语了，你许个愿吧。又走，我老有这个，还是这炮是那个，你爸爸死在澳大利亚了，死了，懂英语啊？这不是按北京白事儿，念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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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草场成就，这行了。赈济疆场，摘出千城上香设拜。看下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。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接的接的波儿，接的波儿僧，接的波儿僧，接的八爪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，两眼的泪不干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嘛咪嘛咪嘛咪哄哎哎哎。第二天来到王爷嘛望乡台，王爷嘛望乡台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。跟我妈一块死的，这是。阿拉巴扎那帝，我刚听一点经的意思。阿拉巴扎那帝，呀，桃梅奈何梅色，妹妹又这样强大美腿。找个美国妞空抱着脸色走了，你快点砸了妹子，经过背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，这吊孝的孩子们，头大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，大手拉小手走路不怕滑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什么乱七八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很美。少回神，少回神。谢谢。81岁的老寡妇，少兴没神儿，自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我这过了门的犯了白裙儿，死了那个当家人儿。
过了门子92天，他没买个奴一对儿，难为他耐性儿，他是一个好脾气儿。欢欢人，来来来，老一老一同来，太热闹了这。弥陀佛，老司机带带我，小妹年纪轻啊。老司机带带我，小妹年纪轻啊。我管你年纪轻不轻，多做一个肥油门。啊嘞嘞，啊嘞嘞，啊嘞啊嘞嘞，老佛爷如来来，啊嘞啊嘞嘞。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绿草，绵延向远方，给我一个汉子，我用一个晚上，给我一把小皮鞭，叫我女王。如来耶，如来耶，哪里哪里都来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。我爸爸可能死在这帮人手里的。小小老鼠，小小老鼠穿蓝衣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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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，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，我佛爷如来耶，玛尼玛尼佛爷。别老这句了。当当啷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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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啷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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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啷啷当当当当当。当当当，我佛爷如来耶，哪里哪里都回来。嘎嘎哦啦啦，如妈如妈妈，哇啦啦啦啦，我把耳朵埋。我佛爷如来耶，哪里哪里都回来。哎呀，小子手痛啊！搀起来，快搀起来，搀起来，搀起来，搀起来！哎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！咱们见姑奶奶去不了啊？怎么呢？老头还没死呢！去这个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今天也是临时，这是条裤子，是想乐这个吗？真的，我这我现在我能张开嘴就不错，我跟你说吧，老味儿了，我跟你说吧。哎，我能问问这两个道具是谁送的吗？这哎太及时，我们俩来没有道具，我们俩我找了半天就这个，我哎行，谢谢谢谢。后台还有一人光着屁股呢，我要不先给他送一下。光着吧，让他光着光着，这么着的凉快。这个实在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俩没有专业演出服装，对，我们俩也是这没对。谢谢。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就是探班来的，没想到呢，我们俩蹭了一场。谢谢。你们这么玩的，把我俩叫上来就爱他爱他爱他，他们说爱他，我爱他，我是圈，我是爱他，我你看你也不嫌脏，你说谁谁出去吧。行行行行行行了，你落着实惠了，你就是得稍微等两天，这两天不行。为什么呢？这两天我刚回来，我得休息休息，我说啊。其实我们俩是今天也是刚到北京，然后我们俩下了火车，然后就昨天不是昨天回来的吗？哦，这样显得咱忙。对，我们今天刚回来。哎呀，今儿挺累的，真的。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刚我们刚打那个南站、北站、西站那边拉完活回来，我们的。行，这个不露脸。我们俩现在出门都得打滴滴，滴滴打滴打，我们都出门。哎啊、有事说你唱什么？滴滴打滴打，每次非得说这滴滴打车，是不是滴滴打滴打？你爱干嘛干嘛吧、当然有时候确实这回我们赶上这个演出、这个排的比较满，哎对对对，就没回来钢丝街演出，但是赶上个尾巴啊，也算赶上了，对对，心里也特别高兴。因为我师父说今天你必须得来啊，因为你看他乐的这个样。对对对，因为蛋糕之神就是他啊，因为得有一个扔蛋糕的环节，你知道、因为他知道我练过，知道吗？我撒的匀，你知道
啊，基本上吧，一二最后一排都能扫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扔满场是不是那意思？啊、对当然说实话，现在大家伙对德云社呀，不光说我们哥俩、出门，好多观众朋友们都喜欢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不是说单纯喜欢我们哥俩，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喜欢我们后边的德云社这仨字儿。莫喜欢师傅，得先捧领导。这种场合一定要捧领导，再捧团单位，再捧个人，明白了吗？这个顺序要是这样，喊出来，喊出来，听得见，听得见，啊，涨工资，涨工资，他能给咱涨工资吗？涨一块是一块呀、你看德云社都涨一块一块的工资，涨都不够坐公交车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说实话，我师傅确实名气大，哎，对对，大大，特别大，师傅大呀。真大师傅，真大师傅，你是夸他哪儿啊？这是，你也说他名气大，哪儿都行，哪儿都行，你得具体夸了就行，夸了就不丢人，是人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当然说好多好多观众一看，尤其这个钢丝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，是是是，都来了，嗯，我没到，因为人家小月人第一天收徒，人家推个好多事儿，人家也来回来了，嗯，说搬家谱。没你呀、对，没烧饼啊，你是不是让给轰走了？钢丝节你也没上，你是不是找地儿哭去了？后来我也是哭了哭。当前前日时候修家谱的时候，我们这有一个管事的叫刘鹤英，你我们师弟，对，打电话，我说鹤英，我先问一事儿啊，那个家谱里边有没有我？要是有我就聊，没有就挂了。对，太伤心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就说有我就有朱云峰，朱云峰，就只是我很少叫这个名字。对，我租出去了，啊，指这挣钱呢，现在挣点是点，烧饼比朱云峰值钱啊。这朱云峰没人用，租出去，租出去好，一天五块钱，谁愿意叫朱云峰？按天收钱，按天收的。你知道明天什么时候涨价？就说这意思啊。当然说师傅火了，带着我们这帮底下的孩子们、徒弟们，一点一点都火，越来越好。整个德云社今年来说20周年。嗯，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，哎，对 对, 对，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。哎呀，这个主流范儿越来越足了啊！现在，哎，说的真好，哎，当时哎，跟个人似的，接着说。对，但是说实话，一见着大家伙就没有必要说像外边似的，啊，跟人家那个有的时候你让人说德云社的，咱不是说非得咱们得端着啊，咱们德云社，尤其我们这种德云社一提师傅郭德纲这样的小相声演员一出门，啊，让人家尊敬。哟嚯嚯嚯啊！让人有的各大栏目那个编导什么知道特别尊敬。哎呦，您是啊？我你好，我是少爷啊。你师傅是郭德纲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您好，您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哎呀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哎，你哎，怎么给轰出去了？这可能走错台了，我可能啊。人家一听这太厉害，好好好，太好的啊！好多人因为什么？我师傅口碑好。对对对，因为口碑好吗？刚才你夸他大好，好大大哥，特别大，对，口碑好，特别大，好好好，又大又好，对对行，对对，就口，这刚才是我口误的，好，这人缘特别好，人缘好，走到哪儿都好多人都照顾我们，是啊，出去，当然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，通过我师傅一点点提拔我们，好多观众也都认识我，对，但是有时候认识是好事，嗯，对于我们来演员来说是一种认可，哎，对，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种尴尬。有什么尴尬呢？就是体会到我师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去澡堂子洗澡。他不洗澡吗？不是他不洗澡，哦，是那于老师受得了吗？对，也是，对，对不对？他不洗，于老师也得洗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就说那意思。你看，我知道为什么师父不去公共浴池洗澡，为什么呢？就包括我现在，有时候大家爱知道我健身啊，对，锻炼身体，有时候健身房，有时候，啊，差不多了。太缺德，多缺德这玩意儿！让我们上来，让他们歇会儿，趁时间换完衣服就让我们下去。对，然后我说完了，说完这个的，就跟这正健身呢啊，猛男那劲儿都上来了，嗯，过来一拍我肩膀啊，有什么是什么一拍认出我来了？哦，有一个同样健身的人，哎，不是一块健身的人认出我来了，啊，曹鹤阳，这可能是我的观众，这可能。我说你瞎呀？认错了，不是？哦，不对。但是我有那么胖吗？我不胖，我还行啊。
跟你们说这，你们没买那拖的票。哎，后后面那小火车又上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小火车。一般呀，这种尴尬的时候都是逗哏来解决，来吧。我加多少钱啊？加。刚才不看见了吗？刚才都。行行行，差不多。刚才那谁说生孩子那回家看见的，回家。其实挺尴尬，你想他健身的让观众认出来，他叫我的名儿，你想多尴尬。特别尴尬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到洗澡的时候，人家反应过来了，哦，拿着百度百科查。洗澡时候拿手机啊，拿着这茶也不怕连电电死，我跟你说吧、啊、过来查，一拍我肩膀，是不是烧饼？哦，认出来，这回认出来、哎、是不是啊？我这跟这洗着呢啊，停、哎、洗哪儿呢你这、啊、都在洗洗啊，为什么都在这个部位均匀啊？这儿你看就没有生活了。为什么？我没带那个浴球，这么着一搓起沫。我没猜着、啊、这有几个起窝的区啊，这儿可以了行了。我说我不上来吧，非让我上来，你知道啊，跟着正洗着呢，过来又一拍我肩膀，能照张相吗？当时我想，我脸上应该长毛，这包泡沫长出来。哎！谢谢。哎呦，送锦旗的啊！很高兴啊！嗯，我们哥俩跟于老爷子，我们完全别提这，我把撤了，我别撤。这个就是听相声的最高境界，知道吗？好多人都说在台上老听我说谦儿哥的父亲，没见过啊。今天看见了老爷子，这也不是粉嫩粉嫩的啊，哎，特别可爱啊。钢丝节是一年一度，应该是9月12号。是，缘由就是这个，2010年德云社复演，9/12，打那儿起呢，觉得是一个钢丝的节日，嗯，难为各位这么捧我们，是，所以打那儿起就算是约定俗成吧，嗯，每年这会儿都得庆祝一下，嗯，今年赶上德云社20年大庆，嗯。正好今年9月份呢，我们是在北美、加拿大什么这洛杉矶乱七八巡演去，嗯，所以这个时间就占上了。但是我又不忍心不演，就把这时间提前，就挪到这么4天，啊，这个说2天书，演2天相声，反正热闹闹的吧。这个节目就比如刚才这个福寿全带师傅经，也就是小剧场或者这种状况下能演，对，大剧场几乎也不碰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就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很开心，咱们。连欢一下似的啊，看你们挺高兴，我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我啊。你看今天就是我们哥俩演这仨，学小调八扇屏，最后这福寿全带师傅经，是你商演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给你演这个的，太累了，我跟你受那个累去了是吧，就薄皮馅儿大，讲点小笑话，人大伙一样很开心，嗯啊，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相声，这是规矩，对啊，人不能这个跟这个道理逆天而行，那就错了。嗯，所以说呢，再一次谢谢大伙儿这么支持，这么鼓励啊！是是是。那个每年呢，钢丝节都往台下扔蛋糕，啊，就是扔的这观众满屋乱跑啊。嗯。但是每年都是德云社小剧场扔完，我们自个儿服务员也好打扫。但今儿我来一看，人地上都地毯。对。这要扔一地啊，就不合适了，就啊。所以待会儿你们要是谁要是还喜欢这个环节，请你上来。我会找俩人摁着你，然后玩了命的，我拿蛋糕呼死你！我告诉你，
挺开心，是不是？高兴。我估计他们一会儿有一会儿我点几个熟人，嗯、每年都挨扔的，像这个这都跑不了，这都是啊。因为这出来之前这都带着衣服来的，这几个姑娘一会儿扔完之后，唰一换没事。哎，这，嗯嗯，挺好，很开心啊，是很开心啊。嗯，这几天呢，德云社又收徒弟。嗯啊，就是栾云平、岳云鹏收徒弟，是完事儿又修家谱，哎，家谱出来正式的对外，这个有这么一份家谱。相、嗯、声人家从早年间其实都有家谱，是啊，就是保存在不同的老先生手里边，嗯、一辈儿一辈儿应该是往下续、嗯。这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姓郭这一支儿，我们家就有家谱，嗯，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说相声咱们应该也有个家谱、嗯，最起码来说你知道哪辈儿到哪辈儿。你比如说我们家祖籍。郭德纲，我们家祖籍山西汾阳，嗯，啊，我们家是那儿的祖籍，又打明朝啊，从那儿就移民出来，啊，或者到了，啊，到了当年就是叫静海、盐山、天津那一带，嗯，我们家是一共从山西汾阳走出来哥十一个，哦，啊，在路上去世的可能是两个，然后后来这几位就落在天津附近不同的地方，嗯，其中有一支就是我的先祖，嗯，然后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这么传下来，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有从明朝传下来的一辈儿一辈儿的家谱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说相声也是如此，嗯，啊，最起码咱们知道谁是谁不是，谁哪一年来的，谁如何如何传承，哎，三年一休，因为这三年里你不知出什么事儿，你知道这三年谁咱们打跑了是吧？嗯，这些年我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啊。没有什么事让我觉得别扭了。这栾云平说那好，咱们家谱不行就用铅笔写的。栾云平说完我都乐了啊。最开始起草算这人头，栾云平说啊，师傅用铅笔吧，一擦就得了。我说别去啊，反正看了看好些个徒弟，这我也挺感慨。啊，我不是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，但是我很希望以后我是个相声教育家。我看着就这些说相声的，这个以前就炒菜的、做饭的、搓澡的、看孩子、修自行车的、保安的，干嘛的都有。经过我这一调教，都成了相声表演艺术家了啊！我挺开心、挺高兴干这个工作的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也是您各位这么支持我们走到今天啊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徒弟，我也给大伙介绍介绍，哦、大老远的过来看看我啊，来。师傅好，师大爷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欧弟欧汉生，啊，欢迎欧弟啊，这是我徒弟，特意从台北飞过来，赶在钢丝节的末一天要来看看师傅，嗯，啊，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，这个原来在节目里边我们认识的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脑子反应也快，不管是做节目啊、演戏啊，包括台上台下都特别可爱。我就是跟他这么一说，最后挺高兴，他也挺高兴，我也挺高兴，我们就把这事说下来。当时是在维也纳，在维也纳就收了他啊。后来节目里边还播出那小花絮，到后来修家谱的时候，我把欧弟也写上啊，也正式是我们德云社的一员。说不说相声，他也是我徒弟啊。以后不管到哪儿，天南海北，冲我的面子，列位多捧多关照啊。你们也看见了啊，我这个每个徒弟啊，风格状态不一样。他现在在台北啊种地呢，你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啊，师傅，秋天到了，刚好丰收了一些地瓜。好吧，我们这儿都说白薯，他说地瓜，你看这边啊，这也是来了个老台北啊，挺好啊。这个相声没指望他如何啊，不管是做节目拍戏啊，很希望欧弟最后能有一个好的成绩，给我们也露脸，给自个儿也露脸啊，特别的好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今天来了不能白来啊。欧弟多多少少表演个小节目吧啊！啊，哦，你们喜欢他演什么呀？哦，让你种地啊，让你演个种地是吗？跳舞啊？别着急，一个说完再说，那个最丑的先说。哦，都挺寒碜的啊。唱歌啊，跳舞啊？他们说让你脱一个，脱不是。不是郭麒麟的事吗？他看腻了他们了啊。那就来个 Big Box 吧。太好了啊，来吧。
偶尔砰呲呲砰砰砰起来脖子啦 C 然后 C 头然后脖子给这个脖子给这个鼻头这个啪这个啪啪手啪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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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ank you 挺棒的，这个学的是于老师上厕所肠胃不好，有点凉气。凉气啊，挺好。刚才后台都引进，都见了。今天来的是他的部分师兄弟，基本都认识了吧？哎，啊、快了，快了。那行，那行啊。有一个长得特别丑的，那叫岳云鹏，见过吧？哎，没来啊，没来，太丑，没让来啊，太寒碜了、啊。来，后台的都上来，再来了，快来，快来，来，嗯。爱谁的都有是吧？啊，来，都往前站吧，都往前站，往前站啊！嗯，爱谁的都有，哦、爱孟鹤堂的是吧？哦，有爱于老师的吗？不学好，这都是打澳大利亚回来的有钱人啊！太行了，记着啊，走到这儿不许再趟浪水啊！这个地方不许趟浪水啊！谢谢吧啊！钢丝节就是跟大伙儿一起过节，很开心。嗯，下半年德云社还有很多商演，比如九月份的北美加拿大，啊、比如说十月份的澳洲巡演，反正事儿也挺多。还是那句话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大实话》。有会唱的不要唱啊！说天亲，天也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。将军战马金火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？要说亲，观众们亲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啊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呀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那莫沾，吃喝嫖赌也莫沾的身。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